二十三号，中国新任驻美大使谢峰抵达华盛顿，在中国驻美使馆向中美媒体发表讲话。谢峰表示，很荣幸受习近平主席委派，出任中国第十二任驻美国大使。我是中国人民的代表，为了捍卫中国利益而来，这是我的神圣职责。我是中国人民的使者，为了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，这是我的重要使命。 三十年前，我开始参与中美关系；三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依然相信，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，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，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，也是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的重大贡献。谢峰强调，当前中美存在深刻分歧，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困难，面临严峻挑战。 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，将决定两国的明天和世界的未来。谢峰还表示，中美应该顺应时代潮流，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，敞开胸襟相向而行，以实际行动落实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，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。